桃园市中坜区的全华新乐园中坜中山东店。那今天算是他们试营运，就进去吧 ，Go！ 一堆人，超多人，走吧。你有社恐吗？还好，被夹住了。我救了你。OK， 走吧。超多人，要死，可能太多了吧。对啊。撞到玻璃了。现场朋友向全华新乐园安全提问题，欢迎我们的电力公司电工问题先生。我们把握机会，只要现场夹去七分满车，七分满车，集合到十点了，到十点。抽两台两空，大奖等你带回家。好，夹包，这不是我夹的。打不了，也是会顶啊。啊。这样。你转过去夹看，你俩拍在那边。哦。太远了。我记得是好吃的，它的台子好像比较高。行动，赶快移动到你柜台最前方，出十二，机台出十二。来吧，明天是下雨天的好朋友，每一分钟七分满车，要取到七分满车，七分满车，不要忘记了，小花有机会。好，一人加一碗。好吵啊。好，哦，两拍，像那个嘞，对对，再换一次他位置，好，他刚刚那一包比较低，嗯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先夹两包就好。好，可以呢。好了，一定要老丁九老卡一起来玩开心的位置。九月四到九月十七，连续四天晚上一定跟我们的球球家电森林好礼家这一包。好。那这个包装我好像没看过哎，它有点滑啊。干嘛？哦，这爪具很棒哦。他做好了，给大家好礼了。我再重复一次哦，在明天九月四到九月七，连续四天，连续四天，二，想要获得好礼的朋友，绝对要老定九郎。好，来了，我们一定要到我们东山东熊开心乐园可以获得球球摸彩箱。我下不到，要跟我们一起买吧。我打。在拼战利品，小朋友有没有拿着手机的？新好评免费获得限量免费。
立刻增加阵地，打狗超强。啊，看，加那个，运气不好。他是卡死了吧？好。先加两个。我想看看他能不能抽。还没有吸吗？对。哦，不行。先换他位置。他不出了。看，还有很多枪位都还没补，人太多，来不及补，都会空空的这样。先这样，那个卡进去里面了。好，先一包。你的最后一下他就跑走了。还有二十，好了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你加两包。造假的。靠！靠！他不要全包吧？有可能。他现场都那里耶。可以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，不行，看看。他至少摆一层的。没有，可被打掉啊。吊牌，吊牌啊！你在哪捏吊牌？对啊。等一下，这车车是装的。要领钱吗？我将您的宝贝们。等会来。因为我们的黄色车车是塑胶的，避免破掉。那里面有东西？有啊，会塞东西吧？这是什么？鲁鲁米吗？哎，红字哦，它正版的。对啊，很可爱。哦，可以的，它有力的。哦。啊，他不能踩太大。先打到黄色衣服。哦。蜡笔小新的耶。对啊。枕头吗？嗯，软的吗？嗯。冰的。有点那个凉感的。哦，他感觉一次可以夹好几个。很有力的感觉。对。它的爪都好敏感。来了。差点。限量海星贴纸，那海星贴纸可以取哪几台？提供正方形的贴纸，工作人员有。海贴纸还没有领取到海星贴纸。它这个都正版的吗？对。加两个。我觉得还可以出耶。那你要吗？哎，你
现场到那里而已。我真的本来想说要抽这里。也可以啊，直接给抽起来。哦。我判断的没错。你的视线可以看到那里。抽得到吗？我觉得抽不到。不行了，不行，那先这样。好。那我们今天是自由自由园音乐大会。这个把它拖起来。哦，六六六，快丢！真的？这个吗？这个不会，这个是。这样好了。这样就好。哇，你也打四包哎，六，抽看看吗？好、哦。他没有全密啊。你就算了，是有半数啊。它是小包的。是。超级鼠类开心币，线上商城万物皆可换，手机免费加电笔哦。好好好，我已经在努力打开绿色车支付的工作人员，我都会帮忙，很快就可以给我满满的来电笔。对呀、哦。然后通过贝壳找女生开心乐园，就可以免费刷到你的来电笔啦。好，加油！我都加到一样的耶。是啊。我都加到。好吧，一样就好。快丢！六，好，这样加这两个，五个。好，谢谢。对。想请问你是哪里的实况主啊？我是做 YouTube， 专门在拍娃娃机的，北中南都会跑。是上下还是要？偷偷那一包对不对？那一包。抓具。有抓具。抽不起来。可以耶。谢谢谢谢。哇，你哎好，差点骂。就是。我夹好了。哎，干脆把前面夹下来好了。前面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哎，有一个台湾的造型。好，六五。两盒，谢谢。晚上十点钟，音乐到。十点。谢谢谢谢谢谢。
有办法入手吗？你觉得呢？可以。车啊，来了。第一台撞一下，快点。然后后面这个吧。靠，要坏了吧？不会吧？直接输吗？好险！这个在抠，它可能会喷出来。六，两盒哎！来台中中立，然后夹花东特色。可以的，为什么不行？哦，好了，可是我第一次看人家放这个。对啊。嗯。它很多个呢。很多哎。对啊。忘记了，再来淘。抽抽机。好。挺美的。谢谢，我觉得很帅哦。谢谢。他是一个很嗨的人。对啊，社牛的人。我是社恐，他是社牛。笑死了。被免费获得哦，那么免费获得柚子，再搭配另外再加送你机会限量来。哦。加两个还加不起来。嗯。出了。直接放开。这是什么？税收。之前做桶装，现在做盒装。这比较多吧？可能吧。嗯、这个保价比较贵。我跟你讲，我再讲一个。还要再讲，正门。这进不去哦，很近，可以进得去，应该可以。好，先加油。好，又夹了两个。恭喜啊！恭喜，不是我夹的。好，那来算一下今天总共夹到了几样？总共夹到了34样。络绎不绝的人潮，超多人，但是他今天到10点而已。为什么到十点？台电可能供电那些什么的问题吧。啊，对，那个4楼可以停车。因为他们2、3楼还没好，所以他会叫你停去4楼，但是不可以过夜。我今天觉得打起来就是很多都没有枪位，因为他们人太多了，店员来不及补，然后他们有的要换东西也是要等店员，所以他们店员很忙啦，其实。对啊。对，人太多了。很辛苦啊。那它里面有 K 吧台，我看蛮多人在玩的。对啊，后面就有了。对啊。好，那今天一样会有抽奖，我们总共是抽4个人，那就是画面上这4个，再帮我留言一下编号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再麻烦帮我点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喂，谢谢，抽奖机，好，挺美的，谢谢。